往哪个？你俩干嘛呢？办喜事呢？你俩是不是？没有。来干什么呀？啊？你瞎扰命！我是来将功补过。少爷，哎，你身子骨灵活，今天所有擦不到的地方全都归你。对，弄干净，别想走。啊？我总觉得。 萌萌最近有心事，那天上厕所他把手机落厕所了，我就试他密码，我一直试，他密码，我不知道他密码是多少，我手机就没有密码，那有什么密码？就你那手机，不是今天糖葫芦，就明天杀鸡吧。你是不是偷看我手机了？不是一会儿，可现在就只有咱俩，不行，当然不行，万一有人进来，没人，还没上班呢，这不行，真不行。毛周呢？ 老外也有大米啊！老外没有大米，我现在啊，是你爹什么都不说，我就知道你爹要什么。可以啊，小马屁姐，何总，你爹拿去吧。